我先来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在医院的时候有手术要做，所以对你那么不耐烦。能不能出去啊？你干嘛把自己弄成这样？你不怕把自己憋死啊？你怎么出这么多汗？我没叫你来这里接痛吗？你来大姨妈，你得把脚保暖好啊。光捂脸有什么用啊？我现在不漂亮，我不想见人。你先出来好不好？嗯，你这样我都不知道你是疼哭的还是丑哭的。我要喝冰啤酒，我才不喝矿泉水，温吞吞、甜兮兮的。你还喝冰啤酒啊？从小到大，家里人没交代过你，来大姨妈的时候不能碰冰的吗？他们才没教我呢，忙着赚钱，哪有空管我的生理教育啊？你自己不能有点常识啊！我警告你啊，不要趁我现在有点虚弱，你就给我为所欲为。我倒是想为所欲为。每次都这么疼，就今天。说。我要每次都这么疼，我死了算了。我不喝这个，你去给我煮碗面。我现在给你做，等着。回来。怎么了？油烟机太吵，不想吃。那我抱你回卧室，这样就听不见了。不要，不想吃了。那你想吃什么？可以叫外卖。什么都不想吃？什么破油烟机啊！我烦死他了。那是买房子的时候送的，时间太长了。换掉。好，马上换，明天就换，换最好的、最新的、最不吵的。你干嘛什么都听我的呀？我跟你什么关系啊？手拿开。好点了吗？你是不是喜欢我啊？说什么呢？我今天没心情跟你绕弯子。喜欢就喜欢，磨磨唧唧干什么呀？这真没有。不喜欢我，随手就买个家具店；不喜欢我，随便让我住到你家，还把主卧占了；不喜欢我，还说是一家人。哎呀，说了又能怎么样？那你至少要说出来啊！你怕什么？我是怕我说万一……万一什么万一？我要你说出来，说啊，喜不喜欢我？我喜欢你。你再说一遍。我喜欢你。真心的。真心的。我想让你嫁给我，让你当老板娘。我知道你不乐意。谁说我不乐意了？我们结婚吧。瞎说什么呢？我没说胡话。我说我乐意，我们结婚吧。我知道女孩子特殊时期说话反反复复，但你这种话不能乱说。我会当真的。
我说真的，你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话。那我们去领证啊。走啊，拿户口本。来真的。你怕了？不行，开车太快了，你要在民政局门口等人上班，等着等着，你后悔了我怎么办？我才不后悔呢，走。真不后悔？